Hello， 你好，我姓陈嘅。嗱，由细到大咧，我都冇咩灵异经历噶，我系听唔到、睇唔到、都 feel 唔到啦。咁纯粹咧系一个灵异故事嘅爱好者啦。咁仲喺小学嘅时候咧，经常流连各大嗰啲灵异讨论区噶啦。虽然咧我系低龄人士啊，不过中学期间咧，我都觉得自己咧有一单疑似撞鬼嘅灵异事件，咁啊想分享一下啦。咁有一次嘅夜晚，我同班朋友咧就喺沙田嘅 Dodo 嘅广场咧个空中花园度玩啊。咁我哋几个女仔咧围埋喺度咧就玩 pair 牌啦，同周围嘅人咧都有一定嘅距离噶。咁玩一玩一下，突然间我听到一把中年嘅男人声咧喺我耳边，咁啊讲咗一下。其实咧佢应该好似咧同我哋有共鸣咁样，把声咧好低音噶。我 feel 到佢咧直情喺我身边咁滞噶啦。哇！我即时咧毛管冻晒啦，咁啊即刻望下周围又冇人，再问我啲朋友，佢哋完全冇反应。咁我见到佢哋冇反应啦，我费事吓亲佢哋，所以冇讲出口啦。咁我心谂周围都冇咩特别嘢，又冇咩事，咁啊算啦。好啦，玩到咁上下，空中花园要闩门啦，咁我哋走人啦。我记得嗰阵咧走嗰段路咧都要弯弯曲曲，仲要经过啲树丛咁样噶。好啦，去到个弯位嘅时候，突然间我身边嘅朋友咧捉住我，然后大叫咗一声。然后佢捉住我咧，就行快两步咁样啦。一去翻商场有啲光嘅地方咧，我问翻佢：喂，发生咩事？做乜大叫咁？佢就话咧，啱啱见到一个婆企咗个角落嗰度。咁我记得我哋周围望，当时都冇人噶，净系得佢见到嗰个婆。嗱，夜妈妈喺嗰度，通常一大班人，又或者情侣谈心嘅啫，真系唔觉眼有个婆出现。不过好彩，我哋之后都冇咩事。咁睇下其他朋友，如果曾经喺嗰度玩过嘅，有冇一啲回应咧？唔该晒。虽然呢啲古仔啊，真系好简单啦，冇乜真系特别一啲好起承转合嘅个案，但系由于发生嘅地方咧，就系大家都经常有机会去到，又或者可能系打卡位啊嗰啲咁样啦，所以系特别会多人吓会关注啊。嗱，呢个商场咁多人，咁有人气啦，咁究竟嗰度会唔会都聚集到咧？大家不妨回应一下啦，好嘛？好，我哋听下电话先。呢位叫做阿水，hello水。嗨、hey， 你好啊 ,Edmund。是啊，仲有蓝先生。Yeah， Hello.Hello,Hello. 好。咁呢我今日有冇时间讲两个故仔都比较长的。你讲咗一个先啦，睇情况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咁有一个第一个啦，就係、是、都係我朋友讲返俾我听嘅。咁佢係个警察嚟嘅。咁呢喺都发生咗係十几二十年前嘅啦。咁牛头角下村嗰时仲未拆嘅，系啦系啦，咁啊都系就嚟拆咁啦，都系啦，又系啲人搬咗咧，房屋处咧就会锁咗啲铁闸啊、龙锁链门啊，亦都锁埋嘅。咁啊，但系就有啲导游咧，经常咧就爆呢啲咁嘅空置单位咧入去。偷嘢去賣啦，咁啊，咁所以咧都會安排嗰、那個景區安排啲警察上去巡嘅。咁啊有一晚有一小隊嘅 PTU， 咁啊即係藍帽子啦，藍帽子，咁佢哋四個人就上去巡其中一棟咁啊牛頭角下舊嘅下村啦。咁啊佢哋一路巡下，咁啊見到喺冷巷尾有一个人咁啊，企喺度。当时佢哋见到佢，哇、哦，鬼鬼祟祟嘅，啊，跟住佢哋就急急步咁样走去冷巷尾个方向啦，谂住截佢啦。咁啊，点知咧未行到咧，咁啊呢个人咧就向住楼梯嗰边走咗去。咁啊，佢哋听到声就系落楼梯嘅，吓、啊。咁其中一个咧就可能后生啲啦，啊 ，PTU。咁啊，佢又跑得特別快，咁啊一支箭咁追咗落去，咁啊大約過咗唔夠一分鐘，咁啊後邊跟住追嗰三個咧就聽到佢嗌，啊咁樣，跟住佢哋嗰三個哎瀨嘢啦，唔知有咩事發生，咁啊追咗落去大約兩層樓度啦，咁啊見到原本第一個落去嗰個咧就。晕低咗，吓，晕低咗，吓，
咁啊，佢哋叫翻醒佢，叫翻醒佢嘅时候咧，咁呢四个 PDU 系男性嚟噶嘛？咁晕咗呢个醒翻咧，就变咗把女人声，但唔知噏乜嘢。诶，讲系啊，唔知噏乜嘢，系啊，系胡言乱语，唔知噏啲咩话，唔系我哋啲广东话。咁啊喺度挣扎，佢哋三个咧揿佢咧揿唔住啊。跟住哇，嗱林叫机嗌其他伙计嚟帮手啦。咁其余有两个小队，都上嚟帮手啦。咁啊，嗰两个小队之中咧，有两个咧都系比较老差骨啲嘅。咁佢哋一见到咁嘅唔对路，佢哋意会到咩事啦？跟住咧就话夹手夹脚搬佢上车，即刻翻差馆关大厅。咁咧好彩咧，呢对 PTU 咧，其中有一个佢叫警，嗰、那个即刻叫警署警长。佢就学神打嘅，学咗十几廿年嘅啦。咁啊，就一望佢咧，就知道咩事，跟住咧就装香拜关帝。咁啊，关帝像咧未有把关刀揸住噶嘛？咁佢就问关帝借咗个把刀，就印咗落呢个晕咗原本晕咗嗰个同事同事个额头，就喺度念咒。咁咧一印落去咧，佢就系咁嗌，系咁点啊，喺个地度点啊，跟住就晕低咗。之后隔咗佢话大约半个钟到啦，佢就醒翻啦，跟住问翻佢咩事。原来当时咧，佢哋巡下楼，佢见到人就追，咁啊甩咗啲同伴啦，一追咗落两层，就听到啲声，就喺转角嘅，咁转角咧亦都系大约系四个吉咗嘅单位都系锁住咗嘅，咁佢就见到嗰个可疑人咧就企咗喺嗰个骨头行嗰度啊，对住个单位嘅，跟住佢就背住佢嘅当时，咁嗰个佢话见到咧就系着 T 恤牛仔裤嘅女人嚟嘅，咁初来佢以为系嗰啲女吸毒者啊，一手搭住佢。咁呢个女人呢就拧转变。一拧转变呢、哇，原来佢见到嘅呢个女人块面係冇眼冇耳冇鼻，淨係得个口。个口就好似搽嗰啲哇唔知好红嘅唇膏咁样对住佢笑。佢就呆咗喺度。佢当时都未识嗌呀。跟住个女人呢就向住个单位呢冲咗入去，但系好奇怪，呢、這个单位咧就系锁实晒嘅，锁实晒，跟住佢就哇咁嗌一声就晕低咗，跟住就变咗女人声啦，系啦，跟住可能上咗去身，跟住就翻到去，咁啱好彩咧，佢有个警署警长咧就识得神打嗰啲咁嘅嘢咧，就帮佢即系赶走咗佢咁样样啦，系。咁呢个古仔喺佢哋话喺佢哋即系嗰行咧都盛传咗，当时盛传得好好疯噶，系啊，个个都听咗咧，都即系上去巡咧都嗌多几个人啦。记唔记得几多座啊？当时系牛口冇讲啊，都冇讲啊，系啊，当时冇讲啊，佢话都将近拆嘅，就未拆，仲有啲未搬走嘛，都应该十几年前系嘛？有冇十几年前？有啊，都有十几年，都应该有，系啊，佢差唔多，系啊，差唔多拆嗰阵时都十几年前，系啊。O K， 不过牛校都好多传闻噶啦，一路都基本上都系。系啊，上次都听过你节目话牛校系全港第一猛噶嘛？啊，咁我又未至于咁讲。如果你话屋邨猛嘅好多，未至于牛下嘅，应该就未嘅咁样。牛下系、okay? 啊，牛下都系咁。OK， 仲有时间？边方面嘅灵异事件啊？
有关鬼上身嘅。呢、哦、次咧就系、是都算系我亲眼见少少啦，都系我家姐身上发生嘅。咁、嗯、样，喂，咁不如留翻我哋再倾好冇？因为我啱啱收到一个信息，比较紧急少少，再打翻俾你好冇、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咁好好好 ，OK。OK， 唔该晒，好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，有冇回应啊？有冇去过牛下驱鬼？曾经之前细细个行过，系阴湿啲咯，嗰啲位置嗰时好长噶嘛，条楼即系嗰啲走廊楼下都系，系 啊， 所以都系好多呢啲故事，同埋嗰度有个好经典嘅空宅噶嘛，楼下床应该系做系咪做底床师啊？我记得好似系，好似喺厨房定系点样嘅、嗯，有单咁嘅嘢啦。好啦，喺呢个时间我收到 J J 嘅信息啊 ，J J 师傅就俾咗个信息我啦。佢話呢位女士們討論了，我唔好明佢呢句咩説話啊。咁但係佢後面我就明啦，因為係佢自己選擇的。你明唔明我講乜嘢？你明唔明啊？唔明。唔明啊？即係呢位行山嘅女士。哦，講緊行山嗰個。佢自己選擇嘅。咁大家會唔會意會到一啲嘢？咁樣喎。系咯，我再问 J J 佢话，我都唔讲啦，系佢自己选择呢条路啦，咁样喎。嗯，咁样会唔会佢带出嘅意思系话佢自己系即系嗰个佢条路本身系咁？佢系啊，即系或者简单啲啦吓，系咪佢自己选择呢条不归路咧？咁样。是啊是啊，即是可能有机会是不是讲紧他本身有少感情上的问题、嗯、不知道啊，真的就不知道，这些就 是不知道啊，真 是啊。所以可能如果刚才打来那位朋友啊，会不会 sense 到 他事前有什么问题发生呢？有没有考虑到这件事呢？那么 JJ 就 read 到有这样的情况、哦、一个方向，纯粹一个方向，系咯，顺住一个方向，咁点都好，可以试下。因为如果就算佢行呢条路，都希望揾翻个系，都希望揾翻到噶嘛，系咪？系咯。咁会唔会都可以即系借助一啲神嘅力量，话俾佢知喺边个方向咧？咁样系咯，无论咩宗教，系啊，系啊，有得搞嘅，有得讲嘅。试下真系都去翻头先阿师傅所讲啦。系咯，去翻嗰啲附近嗰啲地方做一啲嘢咯。系啦，睇下个方向喺边度可以揾到咁样，系、嗯、嘛？即系唔好唔真系唔知喺边度噶嘛，所有嘢系咪？系咯，咁样啦，唉，系真系唔知啦。咁啊 ，J J 嘅答案就俾咗我哋当一个 reference， 好嘛？咁样啦。好，我翻嚟之后咧，我同大家讲翻嗰件事啦。系啦，咁究竟嗰个案件啊，系啦，杀人者。咁就喺獄中見到自己嘅先生出現啦，嚇俾個信息啦。原來喺靈信當中咧，都係有怪事發生。好，咁不如就翻嚟見啦，好唔好？